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当耶稣说上帝喜爱怜悯而不是祭祀时，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好，我是 Tim， 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的成员。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九到十三节。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正如我们在讨论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在阅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不要假设从一个故事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事件都是按照我们所阅读的顺序而发生的。有时我们会得到一些关于哪一些故事在一起的线索，以及哪一些故事不一定在一起。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回答圣经的批评者，他们试图向我们证明说圣经存在的矛盾。事实上，没有一本的福音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时间顺序来记载的事件。由于所有的三个福音书都在我们昨天讨论的瘫痪病人的治愈之前就已经记载的召唤了马太。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明天会讨论的耶稣关于禁食的教导。看来至少这三个故事确实是在一起，但是当你仔细研究马可和路加的福音书时，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一部分的故事不符合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读到的，它实际上是先于在第五章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七节中所看到的马太讲述在山上布道之前发生的事情，以便他的其余叙述对我们更有意义。那么到目前为止，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读到耶稣有四个门徒，但是如果你阅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当时耶稣已经应该有更多的门徒了。在治疗了瘫子之后，耶稣从加百农那里过去，一路上他看到一个叫马太的人，就是一个税务员。这个马太被称为他的门徒之一，马太起来就跟随着他。根据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读到的，以及我们在第四章当中所讨论的内容，马太会受到约翰的洗礼，并且知道耶稣是谁，但却不是耶稣的全职门徒。也是因为马太知道耶稣是谁，这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可能会认为的一些特别的反应，即当耶稣叫他时，马太马上就离开他的工作并跟随耶稣。如果马太以前从未听说过耶稣，他就不可能这么做。也由于马太现在是耶稣的门徒，所以马太很想让他的一些税吏朋友也听到关于耶稣的一些信息，进而成为他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故事，耶稣坐下来和税吏罪人都一起吃饭。那么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所有可以知道对错的人都是罪人，正如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所有人都犯了罪。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对这些人来说，罪人是指那些在生命中被认为做过一些不正义的人，因此是一些不值得相互关联的一个群体。那么税吏与罪人是一个类似的群体，经常他们都混在一起，因此犹太人也鄙视他们。
不仅是因为他们收税，而且因为税收人员经常作弊，收取的金额超过他们应该收的。所以说当耶稣和这些人一同吃饭时，被法利赛人看见了，但他们并没有去接近耶稣质疑他的行为，而是去问他的门徒为什么他们的主人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也许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让门徒们离开耶稣，让门徒怀疑他们主人的善。无论如何，耶稣都听到了他们的问题，并回答说那些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不是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法利赛人自认为他们在精神上是很好的，当然事实上他们是不是的。所以耶稣没有与他们交往，他与那些从他教导中受益的人在一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3节中警告基督徒，与邪恶的人交往往往会腐蚀我们，但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与邪恶之人交往，否则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叫他们福音呢？耶稣并非与罪人混在一起，因为他想与邪恶的人在一起是为了教导他们，因此他们不能够影响到他，而他却正在影响着他们。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法利赛人回去理解我喜爱怜悯而不是祭祀的经文的意思。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和西阿书第6章的第6节，这是法利赛人所熟悉的一节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并没有教导说不要献祭，也不教导只有怜悯才会让你进入天堂。耶稣教导说单靠宗教仪式不会拯救我们，必须与爱和怜悯相结合。上帝不希望我们简单地通过宗教的活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他希望我们爱他并爱我们的弟兄。耶稣被派去召唤罪人悔改，这就是耶稣要完成的任务。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将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学习，希望大家到时能继续加入我们，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your